协调包车的这个事宜的时候，我们非常注意到这个整个行车的时间。那所有列车的安排都是从台北发车以后，这个沿线只有停靠玉里，接着下来就进入到台东。那到台东之后，当然每一站都会停，重要的时间都会在台铁之后。也就是说，我们把返乡专车的定位还是在一个算是辅助的如果我们的乡亲没有办法从台铁那边买到票，